我没有上。在那个时候的时候，我可能就开始有了这种按捺不住的想要追求他的这种想法。那时候其实开始对他表白嘛，但是这些事情好多次都不成功。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他画画也没我好，学习也没我好。 他认同我，就不排斥我了。那种状态是在考前，我还在一直不停的就在学习的那种状态。因为他那个复读的那年，就是非常有决心，就是一定要考上这个学校。每天早上5点的时候，或者是更早，他会去，市场自己骑自行车去画速写，然后晚上画画画到很晚。然后当时我看了他自己画的那些东西，确实也有一个很大的进步。 我在做考前的那个几年，最后，尤其是最后那一年，是一种总是在外面跑的一个状态。今天跑内蒙700公里，明天跑河南900公里，那样的一个状态，就是陪他的时间很少很少，非常有限。办画班他就会一直出去在外边跑，就很长时间，可能也回来一次吧。 但那时候，作为一个女生，我觉得就是，说是谈恋爱呢，但是总是一个人，就免不了有点伤心落寞的那种感觉。对他有一些这种，照顾不到，有一定的这种情感危机。就是做的这个少儿培训美术，他也是保障自己的一个生活。在中央别墅区这附近的话，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，因为在这些区域的话，这些家庭，这些孩子他们对艺术啊，还有就是对一些这种培训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多的，并且他们也要求的是一种高品质的一种培训。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给到孩子的是，他对艺术的不排斥，他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做有创意的一些事情，他可以在里面去感受到美，感受到好的色彩搭配，还有感受到好的形式形状，他有那种感受。 2年，我在做这些事情的话，基本上没有假期。像周末的这种事情的话，我基本上就是没有时间去陪到他。我当时是在那个望京那边住，然后他自己在这边就打理呀，或者是上课，就是他的精力都在那方面。然后可能对我这边可能会有一些疏忽啊，有时候就觉得自己上一天班挺累的，回去也没个人，就觉得可能。 就是有一些，有一些凄凉吧，感觉。还是一样，我还是亏欠他的，还是觉得有很多东西的话，自己做的不是那么够好。因为我们都是学画画嘛，他自己也想去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去画画，所以我在这边的话就是。 一直在想去筹划一个工作室，他可以独立的一个空间，他能画画。我觉得他还是挺看重，就是我的一些想法，还有一些愿望的吧。就是我一直想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空间，他也会尽量去帮助我实现一些小的愿望，一些理想。也改变了我。很难想象。 但是我天天站着时间，他是那种不太愿意拒绝人的那种。你要死皮赖脸，他很少拒绝你。对，恰恰我有这个，对我有这个精神。嗯，没感觉，真没感觉。个子肯定得1.8米以上，但是啊，李阳啊，完全不达标准啊。然后我刚追他的时候。 还会弄一些小东西，小瓶子呀，每天写一段话，然后给他送过去，或者是录一首歌啊什么，送给他，搞这些小浪漫。他觉得呀，真的很温馨啊，就挺开心的。每次看啊，就觉得啊，这真的是一个就是很小的一个举动嘛，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比较欣喜，因为谁会喜欢大大咧咧的人是吧？因为女生都喜欢被关心嘛。 对，我觉得他还挺关心我。啊，吃，就是去超市挑最便宜的方便面吃，然后去那个，当时我们还住地下室嘛，然后接那个水还不是很开，怎么，然后就泡嘛，哎呀，我觉得啊，好惨呀什么的。 当时是非常窘迫的，感觉就从来没有过这种日子，然后住地下室，然后哎呀下大雨又，而且那个地下室漏水，下大雨都淹了都，然后半夜12点多到2点钟，2个小时我们淘水，然后掏完了水之后在床上躺着就哭啊，天哪，没受过这种罪。如果说2个人经历这个苦难的话， 能度过这个苦难，那感情真的是，已经非常就是坚不可。那天，然后我坐公交车回来，在路上我真的是太伤心了，比我女朋友甩了我，我感觉还要伤心。 这就是对自己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否定。我很少遇到不开心的事吧，我比较爱撒娇吧，我一撒娇他就挺开心的。只要一回去一看到他，哎，他特别开心，特别高兴。一看到我回来，我就觉得是对我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支撑。原来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，就是他对我有这么重要的一个，这么重要的一个。 首付加起来，各种的什么中介费呀、税费呀，还有什么的，要差不多38万，小40万呢。付这个首付，他们家没有钱，凑不出来。他说他不想让他父母去出去借钱，怎么？他挺孝顺的。我说那你不去借，你就有7万块钱，你怎么买这个房子呀？我说，哎，我说谁家结婚不是男方出钱买房子呀？就是我对于家人的重视。 这个是我们的矛盾最大的一个矛盾点。我自己心里想的是这么回事儿，但是我就不愿意你说，我自己心里清楚，我去说都可以，我就不愿意说。就是我说让我妈把10万块钱打过来，我说让她去借去嘛，然后之后，她说她跟她父母说，让她父母出去再借点儿什么的，然后我俩双方又问同学借点儿，最后才买了这个房子的。我姐说千万不要轻易说分手，因为你同学之间感情是最好的。对，如果说你要是分手了或者什么，因为这件事儿分手，因为钱的事分手啊，我姐说有可能，我姐姐说嘛，就有可能会再找不到像李阳这么好的了。有个房子的感觉就是落下脚了，就是不管在哪儿，就是没有那种就像原来飘着那种感觉。 有家，我们不飘着了，对，然后就是还房贷是我们自己的，这以后房子是我们自己的，在这个北京可以那什么了，就有怎么说有归属感吧。在北京，你这个现在来说，就是挣得多，然后你机会多，然后你的见识广，这个对你的人生来说是一个拓宽的一个路。 我要是在家有车，我有房，我就不用还房贷，不用还车贷，然后每天喝茶，逛个街，就这生活就过去了。到老的时候回过头来一想，那种日子很多无趣，很无聊的。我在北京一个音乐舞蹈学校里当老师。 然后他从深圳刚刚回到北京，一个星期我就决定离开那个学校了。这一个星期呢，他就决定可能是要追我吧。我们俩呢，就是应该在短短的这一个多星期里边哈，互相对彼此呢都有一定的好感，也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。其实我这个人呢，就是挺理性的一个人。 但是就是遇见他之后呢，我就觉得自己不理性了。其实他这个辞职对于我们两个的生活来说，确实是一个转折。他就完全和结婚的时候的那个马月不一样了，他就不是那个马月了。他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显现出有些不切实际。是功名尘与土，8千里路云和雨，莫能写。目前呢，我已经写了几十首宋词的曲调，把宋词谱上曲。我好像天生啊，就喜欢创造，然后总是想打破以往的一些个传统的这种限制。 所以呢，我就总想创新，走一条这个别人呢没有走过的路的那种人，好像是，还有很多的奇思妙想吧。反正我自己就总想弄点出新的东西，然后拿这些东西呢去演出，还有教学生。所有的从外地来到北京的人啊，大家都在努力的在打拼吧。 不管是有多少苦多少累，其实呢都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的。也有的人他就回去了但是还是有大部分人呢能够坚持下来。所以我觉得万事呢就在于坚持能不能挺住？觉得自己呢，是有志向的人啊。你如果要是在家里边体现不出自己的这个人生价值啊，我觉得就这一生啊。 过的就没有什么意义。刚辞职的时候有学生，然后过不多久，他把学生也都辞了，然后他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就是把我自己能挣钱的事儿啊，基本上全给弄没了，然后主要靠他来养这个家了。他身上最有闪光点的地方就是他的这个手艺，他的这个艺术。他从4岁半开始习琴，到现在，就是最闪光点的就是这个。他说放下一切，实际他当时已经没有什么了。 有一种信心，信心呢，这个过了，结果呢就失败了啊！这个失败造成了这个，好像就像拳击场上那样哈，一拳打倒了以后，就很长时间没起来。怀才不遇，然后呢，情绪低落，借酒消愁。一度呢，就是有时候我就想着这个，自己就走完了，就别过了啊！就自己不愿意这样生活呢，就找到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多好呢。经济压力很大，我的大儿子当时是才不到2岁，送幼儿园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都不敢给他报那种年付的，因为我没有那个钱。 我们只能是说跟人家商量那种按天付的那种，最起码的生活保障不了，那你就谈不上什么生活、事业、理想啊那些美好的事情，就离你越来越远。对于搞艺术的人来说，实际上是有点接受不了的。 当时特别苦啊！我爱人这边呢，他这个上门去教课，啊，从1个学生到2个学生就这么攒起来的。然后，从几10块钱1节课啊什么的啊都非常少。12年、13年啊，我的收入就开始翻番儿。后来我发现，哎，我超过1万了。后来我发现我又超过2万了，然后再往上涨，再往上涨，再往上涨的时候。 我就觉得，我养儿子应该问题不太大了，我就心里就慢慢就开始转回来了，就好很多。还是有点对不起他啊，就是因为这个自己的这种心态啊一直不好，影响了自己的这个事业，所以让这个家庭呢失衡了。 本来这个年龄的男人呢，哈，应该有事业了，但是呢，我现在还没有，所以呢，心里边很苦闷。别怕，爸爸妈妈在这儿啊，为你付出都不累，我们有个温暖的家。 第2个孩子的出生呢，确实让我们呢又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，把家庭放在第一位，把这个2个人的感情呢，也放在第一位，这样的呢，能够在后院不起火的情况之下啊，再抽出时间来做自己呢应该做的事情啊。现在呢，他把很大的一部分重心都放在了家庭。 和我还有孩子们身上，然后他现在能够塌下心来，把这个家给主要打理好，心踏实了很多。其实我觉得，只有这种平常心，才是他事业开始的最好的起点。从 什么都没有啊，到拥有了一些，这个过程，我觉得就是在北漂过程中的一些收获啊。我喜欢这个去创造啊，也喜欢去奋斗，所以呢，我就愿意在北京。 我觉得人生是有风雨才会精彩。我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面，有过痛苦，有过快乐，有过希望，也有过绝望。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，相互扶持，我觉得现在的家庭和婚姻对于我来说，来之不易，我也会特别珍惜。 我们俩在这儿，其实上是痛并快乐着哈，没有那种这个家庭的这种烦恼哈，你也就体现不出家庭当中的那种快乐。我呢就很喜欢他的这种直率的性格和幽默的这种感觉，他呢肯定也喜欢我身上的一些优点啊，所以我们一直还走下来。